咱这道是啊，老子讲的清净自然，无为顺化哈，都是清净得自然啊。啊，咱无为啊，啊，咱啊这中间教，伊就叫你叫做明心见性啊，实念归一。啊，那道教呢，修心练性啊，普愿修一。三清弟子，现在现在，大家平安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我本人要来甲大家吼研究的，是咱这个五教，咱这个五教，叫做五教拢差不多归一，拢差不多这理念拢是善的，叫做。伊这思想拢差不多同款，咱啊伊讲儒教，儒教伊是咱的存心练性，集中贯一，咱啊这佛教伊叫做明心见性，实念归一，咱啊道教呢修心练性，普愿修一，耶稣哦，耶教，伊本来就是舍心一性，六道还一这个佛教伊本身就是讲根心本性清净还一正好教最主要，伊甲尾啊。拢是归一，佛教伊实念归一，是用安尼的拜法；道教是普愿修一，伊是共所离。咱过年在讲讲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恭喜大家大赚钱，就是我甲你加持，我甲你讲好话，过年时啊也是。拄到你足久无看啊，你有赚钱无？啊是恭喜无？啊是讲吼，咱大家平安不顺利无？就拢用这个，这咱叫做共所离咱的普愿修一。最主要咱即伫中国大陆甲台湾上原始的，就是这三个教。儒教、道教、佛教，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咱若讲儒教，伊是人甲人的问题，就是我吼，虽然这个寒窗无人问啦，一技成名天下第一啊，就是讲我要考到状元，我若考到状元。我本来真艰苦，就会当考到状元的时阵，我就会当这个光明，这个祖宗，或者是我的家庭，就会较快活。伊这拢甲关系有关系，就是真真诚诚。古早大家较爱孔子的理念，所谓国君。较爱孔子的力量是安怎？因为神一定爱尊重什么国君啊，就是皇帝、王爷安尼，啊是王安尼吼，咱就爱尊敬伊吼。这是这个儒家的思想比较讲管人要管人的问题。那佛教呢？佛教实念归一。伊就是叫你，明心见性，你这个，咱的本性甲练好，你就袂当杂念，你归一，这是啥物？叫做人甲心的关系，人甲心的关系，只要你的心想伫天堂，
你的心想在地狱，你的心即阵在高雄，你的心即阵在美国，什么上紧？心速上紧，比得什么电啊，什么光啊，较紧。你即阵要顾着这个冥王星，你着心想遐。你讲我即阵去地狱，搁倒转来，搁走去高雄，搁倒转来，足紧的，都不免一秒钟。哦，你用心来给你这个一世人的艰苦，用心念啊来判断这世间，哦，这是佛道都无共款，道就是人甲大自然的关系。哦，咱这道是哦，老子讲的。清净自然，无为顺化，吼，都是清净甲自然，吼，啊，咱无为顺化，这中间，伊就叫你讲，咱是爱配合天地，吼，春夏秋冬爱照四季在运行，咱爱早起来，早困，三顿爱食好，爱去运动，爱去趁钱。这叫做自然的办法，哦，伊在讲啊，这个老子在讲的无为，什么叫做无为？这个孔子讲大有为啊，咱也考到啊，这个啊，不管是大官，还是小官，还是武状元，拢讲叫做大有为啊，但是。咱的道呢是无为，无为唔对，拢卖做叫做无为，唔是呢？无为最主要是讲啊，我这个代志虽然哦，大家公共这个代志拢在做，咱拢礼让和啥物人做。如果若有需要我的时阵，我才起来。哦，今仔日有需要我徛伫遮讲，我无起来，都是犯天条大罪。我若无需要我的时阵，我搁起来，哦，我唔落去啊，我一直要占迄、那个去，要占迄个位。哦，我做总统唔下台啊，哦，都你的年过大唔落来，嘛是犯掉，要天条大罪。或者是讲你做啥物官？哦，啥物职务硬讲占的，你应该你哦，伫遮你唔累，嘛是犯掉，犯掉天条大罪，这叫做无为。你做啥物哦？这个政府的官员，或者是讲你一个官长，在做啥物代志，做甲你落任嘛无人捌讲你是啥物官长，啊，毋过你做真济，这叫做无为。但是大有为就是讲，我做的天下方知影，这叫做有为无为，通通是一样。但是无为它最主要的是什么？它就是不争，就是我无跟人争。哦，人讲啊，咱常常咧讲来讲哦，啊，我有啥物哦，着我要做的时阵。我一定会甲做较好，但是做较好，我落来的时阵嘛无人知影讲，这个代志拢嘛做，这叫做无为。哦，无为的境界真重要，就是讲，以它是清净，它就是啊，把义务都把它净掉，净啦，哦，就是我未贪欲。贪念拢达减掉，哦，这个，哦，我的心就是无这个物，哦，我无爱什么物，啊，我无爱什么权，什么利，我拢无爱的时阵，这叫做无为。无为到达最后就是无所不为，就是敢那天呢，天的时阵哦。一天伊袂甲你讲哦，即春夏秋冬啊，四季伊拢真明显
哦，伊袂讲即我甲恁安排的，得天共发啊！恁就是好好啊，伫遐伫想我，啊，你应该寒就寒，应该热就热，应该吼秋天的时阵较啊温暖，啊就较温暖，安尼，即种的哦叫做无畏，道教就是圣明双修，叫做阴阳双修。阴阳双修唔是像人咧讲的迄种啊，歹哦，讲查甫查某安尼叫做双修，唔是哦。阴阳双修就是讲，我也咧练练这个修，也咧练这个啥物，我也咧练这个体，就是我也咧付出，哈、哦，要入世，也要出世。咱入世就是要救苦救世，咱出世嘛要行出一条路，吼、哦，这叫做道的，叫做圣明双修。但是佛的一般人讲，我既然来到这，我就是受苦来的，啊，我这也唔免管了，我修一条路转去，这叫做修圣不修明。咱是圣明双修，伊是修圣不修明。我啥物名拢无要紧啦，无管哩，我着直直做，直直做，好好有歹运不管，反正着着嘛无要紧。发生啥物问题嘛无问题，吼嘛无要紧。但是我修心养性，到尾啊，我嘛要行去佛祖遐。哦，这无同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道教，我是这，哦，伫这个世间。我嘛是要救苦救世，我嘛要这个修炼到返本归真呐。返本归真就是讲，我嘛要练到等于有一条路难等。但是咱道的要等去，会等去到位，五方而来，五方而等。但是道的理念就是讲。像这个啊，李洞宾伊个李先祖咧讲个吼，一道光，咱个下面这丹田叫做精，这心中这八卦者吼啊，坛中四者叫做气，咱这个啊天边者叫做啊精气，这叫做神。但是这个神是咱的本命元神，咱要等于是一道光。咱在打坐的时阵，爱常常看到白光，也是哦，这个黄色的迄、那个光彩，甲迄个形体的什么胎死大化吼，迄、哦、要安怎去转？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拢无同款。来，我即马吼讲到这吼。啊，咱以后若要搁了解较济，即道教的经典科仪，吼、哦，咱着继续收看，吼、哦，咱即个科仪，吼、哦，咱继续写起安尼吼，啊，感恩大家，啊，福生无量。